随便来一个都可以，不用啊，不用很拼。我昨天太多了。对。啊，学不来。这个什么字？凤行。凤行凤主。嗯。这两个。有没有比赵孟武好看？嗯。比赵孟武怎样？哎呦。三。哎呦，做五个字啊！哎呀。五个字啊。我学不来嘛，回家怎么练呢？哎呀，哦这样子啊，你不照的格子了。哦，已经脱离格子。哎，多一个字嘞。这多一个福建人。他们不是六个字的吗？因为他们一个是七个字，长二十七的。谢谢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人家。 这个是七个字的，长二十七的。谢谢。对啊，龙子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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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对吗？太对。长安一的对吗？对，差不多这个。哎，不行，六个字。龙年啊，新老师写。这已经六个字了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没有对，知春。还有六合春。六合之春。春的想一个字，这边。那道。春道。那六个字跟春字不是一对吗？字道字。啊，合了。哎，也很好，很好。哦，太湖春合。你像是那边六个字，啊这边七个字，可以吗？七个字。我自己家。不行。哎呀，等等，哎呀，这么好的，啊！哎呀，来，啊，来了，就这回事算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我再看。好了，因为他被那个被圆圈圈给制约了。有没有？好，我没放在上，把它放在上。我要写诗。没在前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哎。梅花。哎。再来是龙香六合春。今天是排队是不是？不是排队、啊。不是排队。你们是太阳哪一个是右边呢？这两排。哇，这个非摆好。我学过来，微摆好，干比分叉的好，干比干一点就好。老师，这个是右面吗？哦，要写龙，哦要写龙，龙年啦、啊，哦，龙，今年龙年，有，龙好，行，天，秋。龙行千秋，开心运。开心运。新运。
好。好好，运转乾坤。横批呢？横批我不要，你看嘉宾们。他没有，没有门槛，没有，对，没有那个门楣，太窄不好放。那叫做门楣。对，运转。十二章。乾坤。对对，运转乾坤。对呀、啊，两个音不太好，没有关系啊。没关系，乾坤万家村，哇，好，万家村，就是一家烤肉，万家香。嗯，对，那个有对呢，万家烤肉，一家烤肉万家香，那个数字对数字，对，村。他们做对就是数字对数字，然后名词对名词啊、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动词，这个写什么？来，院长要写什么？人间杀人多，元气恢宏云，遍地。谢谢查查老师的墨。像他们定这个法就很难处理，你像那个青少年服役法啊什么的，又不能像大人一样判刑啊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数字对我这人青少年，就对付不了他了。你说要罚，所以要利用这机会。修一下哈，把坏人的嘛搞掉了。这个你很坏，这个脚很坏。对啊。啊，占了一个台大的位置，哎。他一定会上的。又会上，安全名单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。乱扯。对呀、啊。没隔掉那个。好，本地去帮春心岁月啊。这虽然是比他少，但很担心。对，五个字不错哎。对啊，五个字很好啊。真的耶。风云。不错，这个队不错。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横批。横批。你看横批。这个太阳就是烈日。拿个椅子带回来，再那个，不然你这样不好站。对啊，这样比较。都品格有瑕疵啊！人家问东他答西，他准备搞事吗？他的总统是谁？他跟谁配啊？谁呀？柯P啊！柯P配啊！柯P说不要财团，但是找财团。对啊，这就是很颠覆。他跟台湾很奇怪啊！他能自圆其说，他能自圆其说，我们不要这样子。民调国民党还没有请胜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。没有，其实我只要打电话来，我就说不，就是打。民调都是不是啊？因为你不需要讲啊。那个赵少刚有讲说民调很奇怪，像他到乡下去看到，我马上根本讲电话也没有，不会讲，那都拿手机怎么办？因为我看联合报民调也输哎。也说我跟你说好不好？联合报什么鬼的？对的，不管今天。他那是谁的？不是的，联合报怎么会输了五排？那个是写完的，没有啊？那我们从来没接到电话啊，手机也没有接到。什么？啊，那个。嗯。反正大家就是
成，哎，这个字好。你看那个像赖清德那天，我就特别看。哎，你看他讲什么？好，其实就是是这个。宪法是是。是，哎，你的借我。对呀。讲什么东西？啊、连我女儿他们在国外就讲说，妈妈现在是疯了吗？对呀、啊，疯了。真的让他们当选了哈。但是啊，投票不是我们的。对、啊。没有啊，但是他们说最好最好是下午再去投，他来不及作弊。对对对，来不及作弊。但他要作弊，你也没办法哈。对呀、啊。暖千家而已嘛，暖万民呐、啊。暖千家，暖千家啊！为什么台湾老百姓要这样？不他，那你他拿了39%就被当选，他只要30%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。所以是选制的问题，应该两万多票，应该两万多票的票。但是他不愿意改呀、啊，那个大陆一般的老百姓，我们都说。梅花，梅花，梅花。对啊，我这样以后大家都会提醒我。哦。如果两人投票就没有什么弃保不弃保。对啊，对啊。真的哦。应该两人投票。哦。也没有少数总统。是不是至少都50%，对啊，因为阿强阿公啊，你才30%支持你啊，我把你收回来是应该的，因为你民意基础没有到50%以上，对啊，他有理由，而且你在国会也是少数，少这两个少数总统，好，春来是谁？春来是谁？春来是谁？有的名字叫春来呢，我们乡下有名字叫春来的呢。也有秋来啊，春来也有秋来啊。有，以前市立师院那个教师的蔡秋来啊。对啊，蔡秋来是哎是有学长哎。啊，对，他那个是南师的学长。是文大的。不会啊，不会。他是师专毕业的。哎，他是南师的，我学长，他送我一本书。人间的。那是回家念收藏。哦哦，你的就贴在门上，对，用自己的。那很有，因为家里有，我之前写那种龙腾斗方嘛、啊，哦，家里贴斗方，然后就贴那种那个的。好舒服，这谁的？我的。会不会看不懂？好难哦。不会啦，龙腾就反正用猜的也猜起来，龙腾虎腰。写起来呀、啊，这个格局不错啊。对。写成了大概对联了，很漂亮。年轻人，龙腾虎跃，哎，人间的，对，人间的，是上面这四个字就是一个对联。对呀，老师辛苦一点。一年也不够辛苦这一次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鸟语花香，哎，鸟语花香。对，现在才11:07。这些都写草书，没有啊，行草比较活泼一点而已，行草就可以了。是吗？哎，花香是吗？有，老师在这边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对对对。他俩会照，把它照起来。对，我等一下。照起来就可以放在群组里。对对。等一下，就可以大家都能讲。这可以。这边字就很多了，就很多对联。是的，这个不错。好，等一下，春。看你很嫩，很嫩。有没有看不懂？看不懂要问哦哈。看不懂有字可以对照。啊、对呀、啊。好，德门。这是全员的好，德门啊，德门共享平安。我都没想啊，啊，以前有一个演员叫钱德门，啊，钱德门，现在还在吗？走了，年纪也大了。恭喜啊，恭喜！
全德门很会演戏啊。嗯。德门，姓钱的很少。嗯。那个取名叫吉莱亚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啊，完了，完了，碰完了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